上的，这我的，在我脖子上就是我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还别早不治了。我跟你说，那我也告诉你，你最好马上还我。我还以为搬救兵去了，原来找一小妞。你说你跟谁混吧，跟一小白脸。我觉得你还以后跟我混吧？啊！上！ 没事吧？你多管闲事！一个女孩子不知道这种事危险吗？出什么事怎么办？你神经病啊！嫌我多管闲事？那你干嘛一开始上我的车？不是你让我上车的吗？你把车开到地儿就好了，我有让你跟来吗？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。我说过不想见你了，你走吧。 你以为我很想见到你啊？哎，我带你去包扎吧。不用。你以为我真的很想管你是吗？我只是怕你死在这里没人管而已。说好了啊，包扎完你就走。说实话，我还真讨厌男人在我家里，尤其是你这种。 哎呀，好了，走了。好了，家里有点乱，你就凑合着看吧。 林思远，不是说好了包扎完就走吗？
你不是睡着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太习惯关灯。4岁的时候，我妈就不见了。那你妈妈她为什么走？我也不知道。迪西的妈妈走了之后。 我就一直很怕关灯睡觉，好像害怕关了灯之后，一醒过来，爸爸也会像妈妈一样不见了。迪西的妈妈走了之后，爸爸从来不提妈的事儿。 有一次，说了漏嘴，说妈会做菜。我听了之后，就开始学做菜，做着做着就爱上了。爱上做菜多好呀，想做，随时都可以做。 爱上人就不一样，都不知道哪一天他会突然消失不见。所以，你就排斥别人？觉得我很讨厌，对吧？那时候也很讨厌我自己。 怎么又回来了？嘘，我的信用卡又被刷爆了，被我爸爸发现了。我这又不是你的避难所。哎呦，拜托了，求求你了，最后一次挽救我的生命好不好？林思源，别一惊乍。 进去，快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被小混混打伤了，我带他回来包扎。他被小混混打伤了，他为什么不去医院包扎啊？来这里干嘛？哦，难道是？你少胡说！你看，脸都红掉了。 你再无事生非，小心我把你赶出去。哼，哎，你快点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大姐，你什么时候搬走啊？嗯，那得等我爸气消了吧。你别扯高话题，我现在是在问你，你的问题很严重哎。不好意思，我很困了，我想睡觉了。是英方的女儿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先洗澡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 ，good night，晚安。嗯，你们俩挺配的，真的。 你个头啊！
醒了，那梁小姐亲自下厨，很用心思哦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先回餐厅上班。啊，你不洗脸不刷牙就去餐厅啊？当老板也不可以这样吧？咻咻咻咻咻。那洗手间在那边呢。那干脆吃完早饭我送你们一起去吧。嗯。那好吧。阿欣，林老板来了吗？他还没有呢。对了，昨天晚上我听说他说项链丢了，我估计他是去找项链了。项链丢了？对。是他脖子上戴的那条吗？好像是吧。好，你去忙吧。行。你的电话，你帮他接一下吧。喂。喂。这是林思远的电话吗？是啊，你有什么事儿，我可以帮你转达。你是新月。哦，他还在刷牙，我怕有急事儿，所以替他接了。哦，没什么，再见。在刷牙。谢谢都不说啊。谢谢。从来都没有听过你这么冷的谢谢呢。没关系，再见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干嘛神神秘秘的？林思远，咱们是不是兄弟？是。那你是不是该有什么都告诉我？你要问什么就问吧。你跟新月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？我们会有什么？你昨晚是不是在他那儿？是。那还叫没什么，那什么才叫有什么呀？不要胡思乱想啊，这事说来话长。简单说呢，就是我受伤了，他带我回去包扎。真的？我有骗过你吗？没事了。等一下。我回答你的问题了，你是不是要回答我的问题啊？你有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看上梁新月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待感情像快餐一样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
没有什么看得上看不上的。再说了，梁心月跟我认识的女人比起来，要脸蛋没脸蛋，要身材又没身材，脾气又特臭，跟你一样。继续说。是，我是看上她了。有什么好推荐的没有？虾仁香草意面。有客人，快去。还有红心巧克力饼、培根蔬菜披萨，都很不错。我要你们厨师长的拿手菜。好。有人钦点你做菜，谁？还能有谁啊？谁能让我这么积极把你轰起来？我还在做账呢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晚上我帮你。来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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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慢用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番茄青蚝汤。这道汤的特色呢，就在于它加入了 marinara 汁。 marinara 汁是由橄榄油加热后炒香蒜蓉及银鱼柳蓉，再倒入番茄，用慢火煮至15分钟而制成的。而后呢是汤的做法，汤是用拍松蒜头，用橄榄油煎至金黄色，转猛火加入青蚝，加入番茄粒和白酒，焖盖至青蚝全部打开，最后加入 marinara 汁，用慢火煮至汤浓，撒少许橄榄油，拌以无芥。意大利细面条是将面条煮熟，西红柿切成块，焯好的豆角切成3厘米长，而后是茄子椒和柿子椒切成片，葱头切细丝，大蒜切碎，香肠切成斜块。煮熟后，将面条、西红柿、豆角用千岛酱调制而成。怎么样？不用找了，对不起，我有事要先走了。哎，坐一会儿再走吧。哎，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什么都没说就走了。还不是因为你在旁边叽叽咕咕的，他还会有胃口吃东西吗？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味，一种用心才能感受，味觉在他的面前变得微不足道。因此我意识到我之前的言论是多么的愚蠢，在此我向玛莎表示诚挚的歉意，同时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那里品尝小馋猪。让我看看写的多好。可是味觉怎么能休克呢？又不是人。嘿，这叫通感，懂吗？美丽与智慧并存的女人，有意思。哼，
过我告诉你，你呢是没戏的。他最讨厌像你这种类型的男孩了。我又没说什么。还用得着说吗？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。额可真不少啊！大家辛苦了。这两天呀，人可真多，我的肩膀呀都要休克了。嘿，不许乱用别人的修辞啊！新月这个办法可真好，他朋友一捧场一宣传，我们生意就好起来了。老板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工资啊？是不是啊？是加工资。那前段时间生意不好，我就给你们扣工资了。哎，清月，我们的头号工程来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哎，我提议啊，我们的主厨啊给新月做一桌菜，为了表示感谢。好。我好像没请他帮忙吧。之前无故诋毁，现在说好，打雷巴掌给糖吃。我不喜欢这样的风格。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你这人说话也太过分了吧！这不怪他，是我自己多事。就算新月之前做错了，他已经向你赔礼道歉了吧？作为一个美食专栏的评论者，信誉是最重要的。他这样公开宣登道歉，你知道对他的声誉有多大的影响吗？别说了，是我不对。他这样公开宣登道歉，你知道对他的声誉有多大的影响吗？就算心愿之前做错了，他已经向你赔礼道歉了吧？我就说那儿菜不错吧，萧玉露八号玛莎餐厅，有空带朋友去看看吧。好的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谁啊？这么晚谁呀？是你啊，有事吗？我想单独请你吃个饭。哦，好，但是你要等我一下，换件衣服。这么晚叫我出来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，所以多做了点。你这么做是为了感谢我呢，还是为了向我道歉？好吧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接受了。从哪个开始啊？卡士特乌合点心。造型简单，但是口味甜酥，还有一股清香的回味。这个应该是香草鸡莲布丁。
爽剔透，关键是加了甜酒。啊，每样都很好吃。干脆这样，为了回报你的劳动，我把它们全部都消灭。对了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说吧。这个餐厅的名字为什么叫玛莎？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应该是一个女孩的名字。她是一个我一直在等的女孩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除了项链，他什么也没留下。就是你上次要拿回的那条项链吗？是。那就是说，你为了救我没能拿回项链。怪不得你会那么生气。怎么了？不是要全部消灭的吗？哦，好。今天谢谢你。没什么。到了，快上去休息吧。那我以后能经常去你店里吗？随你高兴吧。那我上去了。嗯。晚安。拜拜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厨艺和脾气成反比的厨师。我不知道我厨艺好不好，我只知道我比谁都用心。在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，我都投入了我全部的感情。星月，干嘛？挤挤挤挤，你怎么了？我睡不着，你呢？我也睡不着。你为什么睡不着？那你为什么睡不着？不告诉你。我也不告诉你。哼。你觉得？你先说。你先说吧。你觉得林思远这个人怎么样？觉得秦川呢？你没事吧？这种人最好绕着走。你当我什么都没说？是来找甜甜的。甜甜，我是甜甜的妈妈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阿姨。你好，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找甜甜。哦，她刚出去买方糖了，要不先上楼坐一会儿等她。好，好。
阿姨，这是我煮的咖啡，你尝尝。谢谢。嗯，很香。你喜欢就好。我看你们下面的生意蛮好的。有一段时间不太好，后来呢，有的朋友多帮了点忙，就好一些。哎，阿姨啊，有空都来坐坐嘛，看看甜甜，顺便尝尝我的手艺。好。你跟你爸爸过得好吗？我爸，他能拿洗衣粉当奶粉冲给我喝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宝贝，我想你钱一定是花光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妈给你送钱来了。妈妈，你真好。别乱花钱啊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阿姨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。甜甜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。哪的话，有她在特别有活力，大家都喜欢她。是吗？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妈妈，你以后常来看我哦。海滨路新开的法国餐馆。我现在正打算过去呢。啊，啊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我说你们是不是疯了？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啊，不是我不找事我找哪儿去？你说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你上回那尾款你还没给结呢，你不是想赖账吗？你就事情办成那样，你还想要尾款？我办成哪样了？不就伤了个人吗？伤了个人？你知道伤了谁吗？谁呀？那是我们老板的女儿。老板女儿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事儿办的，不是这个我管不了你。我们出来混呢，那这伤一个两个人，那都很正常。这再说了，我完全是照您说的办的嘛，是不是？反正这事儿办完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大哥。太爽快了啊！哎，以后有事找我们。行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等一下。哎，这，哎，这，就那天那美人。哎，你咋跟这儿来了呢？项链给我。我的。谁说是你的？拿来。就带我这就我的。你给不给？给你也行。来来来，摘了摘了。小药，小药没问题，陪哥几个喝一杯。哎，打我！这快，兄弟上，打上！哎，哎，兄弟张开去！兄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是我朋友，不好意思了，绝对不行，行，好啊，行，我给你面子啊。你要吗？给你啊。哎，走，哥几个，走。
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不告诉甜甜？我对打小报告并没有兴趣，但是我要奉劝你一句：有时候不择手段，害的是你自己。 你怎么拿到的？一伸手就拿到了。谢谢。好不容易才拿回来，哪能这么容易就给你了？不是已经说谢谢了吗？哎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你有没有去海边捉过小螃蟹啊？这样吧，我们做个交易。 如果你陪我去海边抓小螃蟹呢，我就把项链还给你。好吧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我们的林老板啊，正在约会，你最好啊不要去打扰他。约会？嗯。谁呀？新月。 新月，哎，新月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刚好，我们要去海边抓小螃蟹呢，去吗？哎，我可没说要请他去啊。好啊，哎，抓小螃蟹我最拿手了，那就走吧。好，走。 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我的项链呢？我要喝水。哎，我去买吧。你想喝什么？橙汁。你呢？随便。 时候不早了，出去吧。不是还要等晴川吗？
要不我们就再晚点儿，直接在海边看星星。不要。在四处飘摇，告别曾经的温柔，让一切再重头，收拾曾经的心情，让心不再四处飘摇，忘记曾经的倒流，改变一些节奏。和寂寞说分手，和快乐随动够，如果说曾经是拥有，又何苦